Hello， 大家好，我是电竞阿伯。相信很多坚守单排上分的英雄联盟玩家，或多或少都有这样一个深刻的领悟：游戏的胜负完全不取决于自己玩得多好，而取决于哪边猪队友多。正所谓，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你永远无法想象，在这些戳仔的努力下，最后会以怎样意想不到的方式输掉游戏。对于这一点，作为资深受害者的阿伯就有着深刻的领悟。你可以想象一下，本来说好的赢一局就睡，却硬生生的从晚上10点干到了凌晨3点，就这首胜都还没有拿到。面对数不尽的排位连败和 SOAP， 你整个人都麻了。伴随着一连串的水晶爆炸，一股深深的无力感涌上心头。此前积累的焦虑、疲惫和愤怒被某种虚无缥缈的感觉所代替，于是你下定决心，没有丝毫犹豫地将游戏卸载。可这依旧没能让你泄愤。回想起那些死戳仔队友，凭借着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骚套路，把把给你养出个大爹来，让你瞬间血压飙升，就连睡觉的心思也没有了，就想顺着网线把这些死戳仔给锤死。这种种遭遇让你忍不住怀疑自己的命运正在被一只无形的大手肆意操弄，让尊严和奋斗毫无价值，一切都注定走向悲剧结局。可能唯一让你欣慰的是，当你早上9点顶着惺忪睡眼抵达公司，看到隔壁桌老王深邃的黑眼圈里藏着无限恐怖，你们相对无言，却对彼此的遭遇心知肚明。然后你打开电脑日常摸鱼，这时刷到一个非常魔幻的游戏新闻。虽然你怀疑它是个标题党，但评论区下网友的讨论又让你觉得未必如此。近日广东深圳的刘先生因为玩游戏遇到死戳仔，因此气到突发心脏病，被连夜送到了医院。当时负责的医生表示，刘先生送来时心率已经达到了226次每分钟，这再晚上一会儿就很可能会导致昏厥甚至死亡。而这还不是最离谱的，温州的上大学的小李受室友所托带玩了一把游戏，期间就因为实在太坑而与4个队友发生了争执。小李一怒之下爆出了室友的名字和住址，不料对方4人也是暴躁老哥，当天晚上就不远千里赶到了温州大学城，在食堂里表演了一场真人 solo。 小李倒是没事，他那室友头都被打歪了。当你看到这些傻屌新闻后，这才好受了一点。而发生在你身上的惨案，即使在更高的段位也时常发生。有人面对匹配系统的摆弄，选择歇战2周后复出，最终仍然只能向他屈服。天下苦匹配机制久矣，坚持抗争的人苦心钻研破阵之法，祈求终有一日寻找到解脱的良药，但更多人俨然已经放弃希望，把被游戏鞭打的恶意一股脑倾泻给制造他的人，选择以暴制暴。既然你要开戳，那就比比谁摆得更烂。而英雄联盟排位并不是单独现象，其他游戏里被匹配机制气到骂娘的玩家大有人在，只是英雄联盟玩家基数多，匹配机制对胜负的影响也更加重要。刚开始的时候，还有很多玩家的观点是强者恒强，认为那些觉得被坑的人只是不愿意相信自己菜。可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人的思想发生转变，觉得这根本不是玩家水平问题，是匹配机制真的在故意搞你。这种现象在竞技类游戏中如此普遍，显然不是设计失误，而且恐怕是同一个模板。这就是网上臭名昭著的 ELO 评分机制，创造它的罪魁祸首名为阿帕德埃罗，是一位匈牙利裔美国物理学家。但这位老爷爷不该挨骂，因为他早在1960年就创造了这门算法，目的是给国际象棋选手划分明确等级，避免出现不公平的对战。一些数学原理我们就不解释了，总之它有一套计分公式，准确度比以往的评分系统都要高。由于确实好用，它很快也被推广到了田径、足球、篮球等传统体育项目，给选手或战队划分世界排名。看到这里你可能注意到了，原始版本的 ELO 是针对单人或者成员固定的团队项目设计的，用途主要也是划分等级而非随机匹配，初衷显然是好的，
但到了电子游戏身上， ELO 会普遍遭到魔改。厂商通常会在 ELO 积分的基础上采用更加灵活的 MMR 机制，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隐藏分，比如守望先锋和早期英雄联盟采用的都是这种分数机制。它和段位不完全一样，是用数值的形式预测玩家在下一场比赛取得胜利的能力，所以不管是 ELO 还是 MMR， 它们都只是一种计算工具，不会直接决定你遇到什么队友。真正重点在于厂商如何使用它，比如利用 ELO 或者 MMR 评分，最终让不同水平的玩家胜率都趋向于 50%。 这事听着很简单，匹配10个 MMR 分数接近的玩家不就行了吗？但真正进行匹配时，会因为每个区间的在线人数、玩家选择的位置产生很大变数，从而大幅延长匹配等待时间。因此为了提升活跃度，很多游戏会以队伍总分而非个人积分为标准进行匹配。假使双方队伍的 MMR 总分均为100分，你作为大神一个人就占了50分，队友自然都是歪瓜裂枣。而这套匹配机制的本质其实接近大数据杀熟，是基于游戏公司商业利益设计的。厂商给本就活跃的玩家设置屏障，刺激他们投入更多时间，这部分牺牲的利益则会分配给水平较低的玩家，以确保他们有动力玩下去。加上英雄联盟里普遍存在一种保级机制，让胜率不高的玩家也可以依靠场数硬生生干到高段位，长期以往就会有很多死戳仔升到不属于自己的实力的段位。在这种种因素叠加下，最终在英雄联盟里酿造出了极为诡异的竞技环境。除了对手，玩家还要和匹配机制斗智斗勇，逆风局要尽可能送人头，把自己伪装成菜鸡，否则下局还给你匹配猪队友。即使能赢的局也尽可能别拿 MVP， 否则系统会教你什么是残忍。反正匹配系统不随你的愿，你也就跟他对着干，大家互相摆烂，彼此都有光明的未来。当然这也不是鼓励大家摆烂，而是揭露英雄联盟匹配机制所存在的弊端所在。当你排位开始连跪时，不要怀疑，你这就是被系统给盯上了。何谓公平？被玩家口诛笔伐的 ELO 匹配机制，就真的完全让人讨厌，应该被扔进粉碎机吗？我自己就是该机制下的受害者，主观当然倾向于回答 yes， 但理性同时告诉我，它能够被主流竞技游戏广泛采用并运营到今天，无论如何也有可取之处。其实很多游戏并非一开始就采用 ELO 机制，比如王者荣耀早期采用的就是战力匹配机制，经历两次换代改为 ELO 机制并沿用到今天。至于背后的原因，除了商业利益，我想它终究还是保护了更多玩家的游戏体验，进而形成一种集体满足感最大化。尽管这是通过牺牲一部分活跃玩家才实现的，可公平有时难以定义，竞技下的绝对公平是弱肉强食，似乎又不太符合当下的商业逻辑和主流价值观。和 ELO 机制进行对比，不能说谁就一定正确，上图中谁是公平谁是平等，不同人也会有不同理解，这也许是竞技游戏所面临的囚徒困境。只是参与博弈的并非是两个囚徒，而是一小波精英和更多的平民。从一开始天平就不是用来维持平衡，但我仍期待更好的匹配机制能够出现。竞技游戏不能总让玩家获得快乐，但更完善的匹配机制至少可以让失败者不那么沮丧，恢复对游戏的信心。最后忍不住塞点私货，当你在某款竞技游戏中收获的痛苦超过快乐，不妨就这么放下它，去试试单机游戏。至少有一群傻瓜开发者的设计目标只是为了做出更好的游戏。